天启皇帝少年的时候啊，就爱跟宫女们啊在这儿啊玩捉迷藏。这天启皇帝跟这帮宫女就说了：“哎，跟你们说啊，谁要能找到我啊，有赏钱。”这一听有赏钱，这宫女们当然乐了，齐声答应：“好嘞！”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今天啊，我接着陪您溜这故宫的乾清宫。接着上回那话头呢，咱们还是得聊聊这乾清宫的一些小秘密。您看这乾清宫的月台了吗？除了两边的台阶啊，在正前方，哎，也就是南边啊，它一共有三条通道。正中间呢，当然就是那条御道单臂桥了。那条单臂桥啊，只能皇上他们家人走，可象征着王权了。那大臣从哪儿过来呀？哎，这大臣呢，就得走两边的台阶了。在这单臂桥啊和两侧台阶的下边啊，各有一条穿行的涵洞。不知道啊，您注意过没有？这条涵洞啊，就是今儿咱们要讲的第一个乾清宫的小秘密。这涵洞啊，它还有专属的名字，它叫啊大老虎洞。其实啊，它叫老虎洞。这老虎洞它是干嘛使的呢？难道说它跟北海的豹房一样，是为这个君王取乐，里边曾经豢养过大型野生动物吗？不是，您明显想多了。这老虎洞啊，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土木工程建筑啊，上边一个别有的名词。说白了呀，就是过街的涵洞。再要是往通俗的讲啊，就是那个地道桥。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甭管几环，您都能在立交桥上发现这种涵洞的身影。哎，这个在中国传统建筑上就叫做老虎洞。北京城叫老虎洞的地方啊，可不是就这一处，在天坛也有一个老虎洞，功能啊和这里是一样的。还有一处老虎洞呢，在海淀区那儿啊，倒是看不见这么一个实际的涵洞在那儿摆着。可是啊，那个地方啊，原来是万园之园圆明园那儿宫殿的老虎洞。这个宫殿啊，是被英法联军给烧毁了，但是呢，这地名却传了下来。说白了，这老虎洞到底是干嘛用的？谁走啊？通常呢，就是宫女、太监和杂役。您想了，刚才咱们说那单臂桥，连大臣都不能走，那宫女和太监能随便走吗？并且啊，这种老虎洞啊，通常都是下人们回避威仪。您比方说天坛吧，这皇上啊领着满朝文武正那儿祭着天呢，这会儿啊，这小太监呀有要紧的事，需要穿过仪仗队，难不成他还敢大大方方的从皇上屁股后头直接就穿过去吗？不能啊。但是这种事情也是回避不了的，所以这工匠们呢就脑洞大开的在宫殿的台阶的底下呀修了这种老虎洞。这乾清宫的老虎洞就走宫女太监吗？哎，其实也不尽然。据传说呀，这儿啊还来过一位大人物，多大的人物？皇上，天启皇帝，就是那小木匠皇上朱由校。您想啊，他都小木匠了，他能不爱玩吗？天启皇帝少年的时候啊，就爱跟宫女们啊在这儿啊玩捉迷藏。这天启皇帝跟这帮宫女就说了：“哎，跟你们说啊，谁要能找到我啊，有赏钱。”这一听有赏钱，这宫女们当然乐了，齐声答应：“好嘞！”游戏开始，这朱由校呢转头就扎进这老虎洞里了。可是啊，不出两分钟，他准能让那领头的宫女从老虎洞里给揪出来。这天启皇帝自个儿也纳了闷了，好嘛，那么哪一回你都能找着朕呢？这怪呀，就怪在皇上身上带那个香囊袋了，那里边的香料，它能是一般的香料吗？我想啊，那肯定是麝香、檀香、龙涎香什么的。宫女儿还用费了劲满世界学问吗？闻着味儿就找着了呀。这皇上也算玩美了呀，把赏钱一分是哈哈一乐，得洗澡睡觉。您别说啊，这学徒我呀、还真惊着过这老虎洞开放的时候，如今呢、这是封死了，不开放了。为什么呀？您看这故宫了吗？游人啊是一天比一天多，这个空间又非常的狭小，如果一旦出现了踩踏事件呢，那是谁都不愿意看见的事儿。昨儿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儿咱们要聊啊，咱们就聊两个关于这个乾清宫的小秘密。
接着咱们往后走，上了月台啊，穿过乾清宫，后边就是交泰殿和坤宁宫。坤宁宫前头啊，围着交泰殿有一圈啊琉璃坎墙。当年建这堵琉璃花墙的呀，它主要就是为了安全着想。您想啊，这皇上娘娘呢从这儿路过，一不小心呲溜啪从这儿月台上掉下去了，磕破了鼻子，抢破了脸啊，那还是轻的，这要是把大胯摔折了，那多疼啊！那个还别说皇上娘娘了，摔了宫女太监也不合适啊。所以啊，就在这儿建了这道坎儿墙，它是为了安全着想。您要是仔细看呢，这坎儿墙上用的很多琉璃砖啊，它上边啊有戳子，这些个戳记啊都是满汉文，写的是官窑敬造，旁边啊还有年号是嘉庆三年。它为什么都是嘉庆三年烧制的呢？因为呀，在嘉庆二年的时候，乾清宫着了大火，把后边的交泰殿和坤宁宫啊也连了宗了，这两座宫殿一同被大火吞没了。到了嘉庆三年的时候，重修乾清宫，哎，这些琉璃砖啊就是那会儿烧造的。从嘉庆三年到今天啊，日月沧桑，您看啊，很多琉璃砖已经崩了柚子了，不过呢仍然能看出这道矮墙的奢华。您要是再仔细看呢，保不齐就把您的鼻子气歪了。反正我是看完了啊，替皇上恨得慌。您看这戳记前盖的啊，有的呢前盖在这没釉的一面，这也是正理啊，因为这样它不影响外观漂亮啊。有的呢直接就印在了有釉子的一面。我们都知道啊，底款底款的嘛，肯定啊都是把这些戳记印在这个器物的阴面啊，怎么能直接在脸上盖一个戳子呢？咱们从这矮墙上啊能看得出来，这些个砖啊都是单面试釉，其实这无可厚非啊，节省材料嘛。您知道啊，当年烧造这些琉璃砖的釉料啊，那是相当昂贵的，不露天的一面不施釉啊，这不是毛病。您看这琉璃瓦了吗？它也是上面有釉，底面没有釉。不过这砌墙的瓦匠他过分了啊，您瞧啊，他竟然啊把这底面无釉的一面冲了上了，不能用不走心来形容他们啊，这种行为那简直就是没脑子呀。这不就等于是太和殿上的琉璃瓦您把这阴面朝上用了，一个道理吗？也不知道当年这嘉庆皇帝发现这事儿没有，他们是欺负嘉庆皇帝好脾气了。这要是换了雍正皇帝，那打板子都是轻的，充军还得让这帮孙子赔钱。您瞧这乾清宫的故事啊，今儿咱们一下子就讲俩，明儿啊您要是再来乾清宫的时候啊，这些小细节您可以着重的溜溜，挺有意思的啊。这乾清宫的小故事啊它有的是，您要是爱听啊，您就留言区告诉我一声，我编辑出来继续给您讲。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喜欢我的频道呢，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得嘞，今儿啊，咱们就到这儿，回见了您嘞。